跟大家说一个设置，然后这是一个一体机，一体机的话它做完系统以后，这个桌面亮度非常高，非常刺眼，然后它在这个可以设置一下，在系统，这是温7的系统，温7系统的话在屏幕分辨率，然后打开以后，不是屏幕分辨率，说错了，是在个性化里边，然后在屏幕保护程序，然后在电源更改电源设置，然后在这个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这儿，这个地方可以调整亮度，调到大概中间，感觉刺眼了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或者在底下这儿也能调，调完以后就没那么刺眼，看着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